从监测数据，或者是从我们智力量测裂缝的数据来看，现在垃圾的地层还在持续下滑中。那现在捷运局声称的停工，其实仍然是一个不危险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要求捷运局在研拟出新的方案之前，先将土方回填，让垃圾的地层回到一个安全的状态之后，再来研拟接下来的工程方案。这两年来，垃圾堰就开始出现许许多多密密麻麻巨大的裂缝，每天看着地面房屋内裂缝越来越严重，许多堰民心中都很恐惧地震和连续的下雨天，垃圾堰可能就走山了。住在这里面的我们，生命面临了威胁。上面的地锚花了市民几亿的钱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下面的地锚是去年八月滑动以后它补出来的地锚，现在这些地锚因为要承受所有的力量，上面是没用的，全部由下面来扛，扛不住了。他们自己这么傲慢的捷运局都已经怕到停下来了，他们现在为了面子不肯填回去，是赌，用谁来赌？他们最多是被责备被处分，赌的是什么？市民的钱、市民的命，还有捷运新庄。只要他们做错一点事，一个地震、几天的豪大雨，就可能会整个地锚断裂，全面崩溃。我们要请吴佩珍处长给我们一个解答，谢谢。我们每一个施工步骤是确认了它安全无虞，我们才会做。然后呢，做的结果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地质啊，我想这个大家都了解，所以我们要等做完第一步以后，我们再分析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不是安全。如果是安全，我们再继续做下一步啊。我们一直持续的这样检讨啊，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这个工程啊，对整个边坡它目前的整体性啊，我们认为是安全的。当初设计的时候，地锚拉力预计是60吨。那八月我们在工程会的时候，孔老师跟我们保证，到85吨的时候就会处理。那现在拉到90吨了，昨天又说超过90吨就会处理。那你们所谓的安全到底是60吨，还是85吨，还是90吨？它的拉力可以到120吨以上，可是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把它拉到60吨而已，并不代表说超过60吨它是不安全的。那我们当初设定的目标呢，在85吨。如果说假设地锚到了85吨或90吨的话，我们就要去做加强，啊，这个我想在工程上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观念。要长期的安全发展有没有可能？目前我们正在评估当中哈。那我们我知道你们在评估，我们现在是认为有方案可以解决。如果哈，如果你们是媒体，希望再跟我们问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啊，是不是等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再问，可以吗？啊，我没有逃避你们问题哈。我们现在请到我们保留自救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让我们有院民希望可以问问题，不要这样。处长，我先跟大家讲，他刚刚说土方回填，昨天在市议会的回应是什么？我原文转述给大家听。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土方回填有没有可能？他说。土方回填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我把机场整个填掉吗？我点到这里就好，我不愿意跟你再做更多的讨论。把机场毁掉的人是谁？捷运局。把机场毁掉的人是谁？捷运局。我要出去。土方回填。我要出去的。土方回填。不要退。土方回填。不要退啊。我今天只有给媒体看一下而已，给媒体看，我不必知道，
会自己去走，不要拿下来就算好了好了。坚持到底啊！你到底好行啊？我们都是乐生的好行啊！